好，我叫高玉琪，我今年竞选的职位是主席。对于主席这个职位和学生会以后的一些长远的发展，我有很多的想法，希望大家来我们周六的公开选举，然后来听我的想法吧，拜拜，谢谢。大家好，我叫王千惠，大家叫我 Christy。我要竞选的是学生会的外联部部长，然后我希望通过这个职位能够帮我在对未来的职业规划各方面带来一些工作上的经验和各方面的提高。这样。大家好，我是傅若飞，今年我来竞选信息学生会信息科和信息部部长，然后希望大家在周六的时候下午1点到4点来参加我们的投票活动，大家来投一票。学生会财务部部长的职位，然后我希望就是如果我能够竞选成功的话，然后能够给大家带来就是我所能尽到的最大的努力，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叫李浩伟，然后今年2008年到 KUM， 然后明年就要毕业了，然后在我最后一年的时间里面，我比较想去加入学生会这个组织，看看我自己能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我竞选的职位呢，就是秘书和财务，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投一票，就是这样，谢谢。大家好，我叫李瑞贤，今年是KU 的大二的留学生，然后我的专业是供应链管理，这次我竞选的是活动部部长，请大家支持我。我是康梦瑶，这次我来竞选学生会的部长职位，我希望更多的学生能参与到 KU 和中国学生会的各项活动中来。谢谢。 Far above the golden valley, glorious to view